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洗净我罪愆，主把鼻血沾染洗我心，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至高无上的，你掌管一切。即使事情不是一帆风顺，我们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然而在这场疫情中，我们已经灰心丧气，因此我们向你求助。当我们气馁时，提醒我们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当我们心灵疲惫不堪时，提醒我们你在基督耶稣里的慈爱，你在十字架上忍受了苦难，现今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当我们经历你的管教时，提醒我们你永远爱我们，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赦免我们让灰心控制我们，我们没有定睛在耶稣身上，反而让环境压倒我们。求你坚定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能坚韧不拔地在场上赛跑，使我们行事为人
与蒙召的恩相称，爱上帝与爱他人。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那位细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来恭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Running the race.
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上帝带领我们今天继续同心来敬拜他。让我们开始今天的信息分享之前，先一起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的恩典，你用你不变的爱一直来保护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在今天可以用心灵和诚实在真理当中敬拜你。主啊，求主你保守每一个人，在任何的处境当中都存着那一颗单纯信靠你的信心，帮助我们在这条信心之路上能够奔跑到底。也求主你带领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属天的力量、安慰和鼓励。求主你带领今天的敬拜，我们这样的祈求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最近呢，我看了一部影片，电影的名字呢叫做《美丽人生》。这部电影实际上是20多年前的一部老电影了，它背景是设定在二战时期的意大利，主人公是一位生活在意大利的犹太人，他所到之处呢，到处都充满了欢声笑语。后来呢，他自己也娶到了心爱的姑娘，组建了一个幸福的家庭。他们养育有一个可爱的儿子，名叫约书亚。当时他们的生活当中都充满了温馨，到处都散发着阳光。影片到这里给人的感觉是温馨、甜蜜和快乐的美丽人生。但随着德国的纳粹占领了意大利，他们的全家都被抓进了集中营里面，这一切的美好都被战争的阴云所掩盖。在集中营里，父亲为了不让儿子的心里面受到伤害，不让他感受到惧怕，他用了一大堆的谎言来告诉儿子约书亚。他说，我们今天在这个里面还要待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回家了。不过呢，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做一个有奖游戏，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得着终极的奖励，奖品是一辆真的坦克。孩子被父亲的爱所保护着，虽然他们生活在如地狱一般的集中营里面，但是只要有父亲的陪伴，孩子每天对明天都是充满了盼望的。影片最后，德国战败投降了，那么纳粹呢，他们也开始撤出集中营。在最后一天，父亲为了保护孩子，就谎称说，你要躲在那个角落的箱子里面，一定不能出声，如果你出声被发现了，你就不能得到大奖了。于是约书亚顺服地待在箱子里，他透过缝隙看着父亲被士兵押走。小约书亚不知道此时这一眼是与父亲的生离死别。就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父亲仍然做出小丑的动作，让躲在箱子里的孩子放松开心。随后就听到了几声枪响，次日清晨，盟军的部队抵达了集中营。这个时候，孩子从箱子里面跑出来，此时父亲早已死在角落。那么这时盟军的坦克迎面而来，我们可以看到这幅图片，孩子当时看到这个坦克的时候，他以为这个就是那个大奖。父亲给孩子讲的所有的故事都是假的，但唯有舍己的爱是真的。这个父亲用生命保护着这个孩子，直到这个孩子得着了生的希望。这部电影它最终所表达的不是死亡与绝望，反而是生命与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一位父亲为了孩子能活下来，他能尽全力去保护孩子，把生的希望留给他，那么更何况我们属灵的父亲耶稣基督呢？他不更是把永生的盼望赐给每一个属灵的儿女吗？耶稣他身为上帝的独生子，为了能满足神的公义，为了能体恤人的痛苦，他甘愿承受作为人的苦难。他被鞭打、被羞辱、被杀害，这都是出于耶稣甘愿承受。
他作为神子，他有权柄能力，作为人子，他甘愿舍己牺牲，而他的复活更是告诉了所有人，要凭信心跟随耶稣，才能抵达天上更美的家乡。因此，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当中，在结尾的时候，经文说，所有这些人都借着信得了称许，却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使他们若不跟我们在一起，就不能完全。这是作者在总结十一章当中所讲的诸位信心伟人他们的见证，这是为了告诉读者，这世界的一切是暂时的，无论是家业还是生命，而唯有天上更美的家乡，为你们所预备的永恒的家，那个才是永恒的。而你们看到这些信心伟人的见证之时，要效法，要坚持，要忍耐地去奔那前面的赛程。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到的主题，直奔前程。我们透过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十一节这段经文，我们分享两个重点。第一个，在一到三节当中，我们来看当仰望耶稣带来的盼望。我们看经文第一节，所以我们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应该脱下各样的拖累和容易缠住我们的罪，以坚忍的心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既然有这么多见证人，他们每个人的信心旅程都是不同的，但这些信心伟人他们的相同点就是对上帝有信心，或者说他们相信神的信实是永不改变的。在上文中提到，又应该坚持我们所认的盼望毫不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这个是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三节所提到的经文。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信心伟人在与主同行的旅程中，他们都留下了美好的见证，是因为神永不改变的信实。那么作者写此书信，就是提醒今天在患难、在逼迫中的希伯来信徒，不要忘记这些信心先辈们，他们是如何跑完了自己的信心旅程的。如今他们像云彩一样围绕着你们，他们在天上观看你们今天的赛程表现，他们的信心见证应该成为你们竭力奔跑的动力。那么在这里我们要问，一个人什么时候需要鼓励、需要动力呢？往往就是在疲倦、灰心、失望、患难的时候，我们是最需要得到鼓励和动力的。此时的读者正在面对他们被罚没家产、社会地位被边缘化、失去犹太社团的这种待遇以及保护等等的这样的逼迫。我们根据希伯来书十章一到三节当时所提到献祭的事情，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圣殿还在，换句话说，当罗马将军提多他学习耶路撒冷的时候是主后的七十年，那么希伯来书的成书时间就应该是在公元七十年之前。我们再根据使徒行传十八章当中所提到的，此后保罗离开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生在本都的犹太人名叫亚居拉，因为格老丢下令所有的犹太人都要离开罗马，所以亚居拉是最近同他的妻子百吉拉从意大利来了，保罗就去找他们。因为呢，在主后的四十九年，根据犹太的历史和罗马的文献都有记载，当时在罗马城发生了一次犹太人的暴乱，起因呢是犹太人逼迫这个基督徒所导致的。可当时的格老丢王呢，他并不关心这个暴乱的原因是什么，他一直令下就把所有的犹太人全部赶出罗马。而在主后的六十四年，当时的罗马皇帝尼禄，他因为想重建罗马城，就一把火烧掉了罗马旧城，
以此来嫁祸给基督徒，然后呢开始逼迫杀害基督徒，并且罚没他们的家产。所以呢，根据这几处记载呢，我们可以知道此时希伯来信徒所面对的最严重的一个逼迫期，大约就是在主后的49年到70年之间的这段时间。这期间的希伯来信徒，他们此时面对信心软弱，对所信的道产生了迷糊，到了快要离弃真道的地步。然而此时作者他自己并非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对于受众给予批评和警告而已，他理解他们所面对的压力和患难，但作者上文也提醒他们要勇敢。在上文当中，作者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坦然无惧的心，这样的心是带有大赏赐的，你们还要忍耐，好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可以领受所应许的。这个是在希伯来书10章35到36节所记载的。那么在这里他提到了你们要坦然无惧的心，这个坦然无惧的心是提醒读者，你们所面对的压力来自于官方的逼迫。这个坦然无惧就是提醒你们，当面对从上面而来的压力的时候，你们要勇敢，要忍耐。可具体要怎么做呢？作者在经文当中有提醒，首先你们要脱去各样的拖累。在运动员在赛场上跑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运动员当然穿着非常适合跑步的这样的运动服装，这样可以最大的减少阻力，得到好的成绩。大家何时见过一个短跑的运动员穿得像相声运动员那样的一个长衫呢？那就没有办法再奔跑了。所以拖累常常是指外在看得到的影响奔跑的一些衣物、外带的穿着等一些可见的因素。而另一方面，拖累从属灵的角度来讲，它是影响我们属灵前程的一种拖累，它有可能是我们内在的灵命以及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就是长久以来令人灵命不能成长的这些因素，有可能是我们个人的不良嗜好，也有可能是我们的老我习惯等等。接着作者说，你们还要脱下那些容易缠住我们的罪。那么此处的罪又指的是什么呢？在原文当中，这个罪有一个定冠词，显然它指的是某一种特殊的罪。如果我们联合上下文，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这容易缠住我们的罪，作者指的是不信的罪。希伯来书的读者此时他们的灵命其实并不够成熟。我们看上文的希伯来书5章12节里面就提到，到这个时候你们应该已经做老师了，可是你们还需要有人再把神道理的初步教导你们，你们成了只能吃奶而不能吃干粮的人。所以希伯来书11章当中那些信心伟人与他们同时代的那些人，他们最后没有得救的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不信。当挪亚在造方舟的时候，他用了120年的时间，但最后那些人都不相信他所造的方舟，因为要面对洪水的审判，所以他们最后都遭受到了洪水的审判，结局就是灭亡，而只有挪亚的一家八口得救。就像我们的汉字舟子拆开不就是一家八口吗？另外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漂流了近40年，整整一代人他们都倒闭旷野，不能进入应许之地，也是因为不信。而只有约书亚加勒得以进入迦南地，是因为他们对耶和华有信心。到了妓女拉合，我们也知道他因着信就凭着未见的确据而使他们一家都得救了，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总之，不信的罪将导致人不能够完成这场信心的赛程。所以作者提醒他们，你们要以坚忍的心奔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在这里，在和合本在翻译这节经文的时候是说到了你们要奔那前面的路程，但新译本是说
那是一个赛程。其实这个是更贴近原文的一个翻译。那么既然是赛程，则不容迟缓，不容懈怠，更不容放弃。记得在1992年的时候，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当时有一位英国的短跑选手，他的名字叫 Derek Redmond。他当时是这个400米短跑这个项目的夺冠热门，但是呢，就在他跑步的时候，在离终点还差了大约有150米的时候，他的腿部的这个肌肉的拉伤呢，这个旧伤又再次发作了。当时他痛苦地停下来了，他忍着疼痛也流下了遗憾的眼泪，他停了下来。此时其他的运动员早就冲过了终点，赢得了比赛。但就在这个时候， Derek 他又挣扎着站了起来，他一瘸一拐地继续朝着终点去跑，他非常的痛苦在坚持着。那么就在这个时候，看台上他的父亲冲入了场内，父亲搀着他，扶着他一起完成了这最后的100多米。当时在场的6万多观众全部站起来鼓掌，赞赏他的坚持，他们鼓励他。直到多年后，有人采访 Derek， 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Derek 回忆说，我知道我已经是最后一名了，但我也知道作为运动员我要完成比赛。的确，对于运动员来说，拿金牌的名次这个非常的重要，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能完成赛程比拿名次更加重要。所以对于当时的希伯来信徒来说，作者提醒他们，你们即便是累了，即便是面对困难，即便是面对逼迫，你们也要坚持。然而作者又给了他们一个建议，你们要怎么坚持呢？我们来看经文的2节、3节。作者说，你们要专一注视耶稣，就是那位信心的创造者和完成者，他因为那摆在面前的喜乐，就忍受了十字架，轻看了羞辱，现在就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是为忍受罪人那样顶撞的耶稣。你们要仔细思想，免得疲倦灰心。这节的专一注视耶稣，指一个人的人生要有目标和方向。在希伯来书当中，作者前面用了10章的篇幅论到耶稣超越天使、耶稣超越摩西、耶稣超越麦基洗德的等次，以及耶稣超越旧约的祭司献祭体系等等。然后又用11章，他论及了信心伟人们的见证。这一切的铺垫和论证，都是在后面在向读者表明耶稣的超越性，以及耶稣是谁，你们要如何跟随耶稣。在原文当中，这个第二节作者用了一个关系代名词，他来特指耶稣就是那一位信心的创造者和完成者。在这里创造者所用的词是原文里面是元帅和领导者的意思，他所表示的是耶稣是完成救恩的那一位领导者和完成者，所以他就是我们的目标和方向。没有目标的人生是浪费的人生，没有方向的奔跑是徒然的奔跑。就像灯塔在晚上，它给航行的船只带来了方向和安全的指引，同样耶稣给了每一个信靠他的人以方向，这方向会带领你进入永生。但这条十字架的路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不过终点却是满有恩典和喜乐的。因此经文说，耶稣忍受十字架，轻看羞辱。在耶稣所在的时代，罗马人认为十字架是最羞辱、最残酷的一种刑罚，所以他们只对奴隶和战俘使用，他们对罗马公民是不会用的。而犹太人也认为挂在木头上是被咒诅的。我们再想想，
当耶稣生前他最后一周，他进入耶路撒冷融入圣城的时候，那些犹太人高呼何塞纳，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但就在几天之后，他们向本丢比拉多高呼把他钉十字架，给我们释放巴拉巴的也是这群犹太人。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所带来的新约完全超越了旧约的祭司的献祭的体系。在旧约，大祭司本人为以色列众民赎罪的时候，他自己首先要为自己献上牛羊赎罪。而耶稣呢，他是献上自己为圣洁的羔羊，他一次献祭永远有效。在福音书当中，当主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这些祭司已经把献祭当作买卖，从中牟利。此时如果犹太人相信耶稣，就等于说耶稣动了当时的那些腐败的祭司体系的奶酪。所以在福音书当中多次所提到的，就是那些祭司法利赛人他们商议要怎样可以除灭耶稣。所以耶稣的被捕、耶稣的受审和耶稣的受苦以及耶稣的受难，都是充满了从人而来的羞辱与苦难。弟兄姐妹，如果你手头有圣经，我建议你可以把以赛亚书53章翻开看一看，里面所记载的弥赛亚的受苦，让我们可以领受那么耶稣他是如何甘愿承受这一份苦难的。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为主耶稣知道这是神加在他身上的使命，所以他坚忍地走完了十字架的苦路。这就是耶稣忍受十字架，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命定，这是成全救恩的必经之路。尽管耶稣在克西马尼向父神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从人性中耶稣有挣扎，但他仍然以顺服父的旨意为先，所以他轻看了从人来的羞辱，却重看了从神来的旨意。耶稣是完成者的意思，就是他替我们每个人先背负了十字架，他替我们每个人先走了这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他今天坐在天父的右边。其实耶稣今天他在高天也看着历世历代的属灵儿女，同样也看着每一位他的儿女如何背负自己的十字架走这条天路。经文说，既然有历代的信，有历代的信心伟人的见证，又有耶稣亲自去背负这十字架的苦难，所以亲爱的希伯来的信徒，还有我们今天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仰望耶稣为我们所立下的十字架的标杆，忍耐前行。就如保罗在腓立比书的劝勉，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因为耶稣已经以创造者和成全者的身份为你、为我、为我们把这条救恩之路成全了。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这样永活的盼望。这是作者在前三节当中对当时的希伯来信徒的劝勉。接着作者在第四节到第十一节当中，他以管教为主题，把焦点从神移到了人的身上。我们来看第二点，需铭记身份与父的管教。经文第四节说，你们与罪恶斗争，还没有对抗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记了那劝你们好像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受责备的时候也不要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他又鞭打所收纳的每一个儿子。
讲完了耶稣作为信心的创造者和完成者给人所带来的盼望之后，作者此时就把焦点移到了这些读者的身上。他提到了要认识来自于父的管教和来自于自己的身份。在上文十一当中的信心伟人中，有很多人都是在这条信心之路上殉道而死的。使徒保罗自己也是在尼禄皇帝逼迫基督徒的时候被斩首而死的。那么读者，你们今天虽然有逼迫患难，但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其实这句话作者已经在隐喻，即便到了流血的地步，你们要以信心坚持走在真道当中。作者在这里引用了箴言的第三章，他说的这个第三章的十一节到第十二节，其实他引用的这个经文呢，跟其实是一本呢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几乎完全一样。所以足见作者对犹太文化的历史是非常非常的了解的。这个就好像我们华人在讲话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时不时的引用一句唐诗宋词一般，因为这样很容易跟受众产生共鸣。那么箴言的三章这样说：我儿，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弃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责备他喜爱的儿子一样。那么在这里我们要问，管教是什么？管教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提起管教，我们总是想起来孩子犯错被父母责罚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就在家里面把那个烟花在家里面点着了，就是过年放的那些烟花炮仗，差点就把家给烧了。后来呢，我父亲就罚我面壁思过两个小时。结果呢，在这两个小时里面，我还悄悄地把时钟调快了，提前结束了处罚。当然后来还是被发现了，那么结果我就不再多讲了。不过家人的管教是为了让我们不要任意妄为。在这段经文当中，作者要读者思考，不可轻看主的管教，不可灰心，你们要忍受管教。这里面有三层意思，我们先看第一个里面的意思，是讲到管教是出于爱，管教你是为了让你走在路上，让你离开罪恶。俗话说，爱之深而责之切。如果做父母的根本不管教自己的儿女，那是他自己的爱不够。希伯来信徒当时所遭遇的患难，可以看作是出于上帝的管教，因为他们最重要的罪就是犯了软弱不信的罪。因此这些管教的苦难同时是引导他们重新恢复与神的密切的属灵的关系。在二战的时候，美军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他在写给自己儿子的这个祷告词当中就说道：主啊，请你不要让我的儿子在轻松安逸的路上行走，要让他经历艰难和苦难，让他在困难中知道你是他的上帝。这样的父亲写给儿子的祷告，是希望儿子在艰难困苦中更加的坚强，依靠上帝。这个看似严肃的祷告，其实却流露出麦克阿瑟作为父亲的慈爱和智慧，以及他自己对上帝的认识。当时的希伯来信徒也是在信心的路上艰难行走，那么管教的目的就是让他们懂得更加依靠认识上帝。反之，当一个人习惯于依靠自己的时候，神也会任凭你这么做，任凭你去经历你自己的人生。此时呢，如果你不回头，就等于是在自讨苦吃，而且是白白受苦。所以呢，如果能从正面去理解现今的磨难是出于主的管教，那么就更加容易去面对管教了。我认识有一位餐厅，有一位弟兄，他开了一家餐厅。他本来呢是生意是不错的，但是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新冠疫情呢，
把他的一切都打乱了，所有的防疫政策呢，对他经营的餐厅呢，都造成了很沉重的打击。所以呢，就在2021年的年初的时候，他的餐厅倒闭了。后来，当他教会的牧师去探访他的时候呢，他反而轻松地跟牧师说：“牧师，我以前太忙了，忙到我都忘了我是个基督徒，因为礼拜天的生意太好了，所以礼拜天我也不想休息。现在我真实地失去了这家餐厅，而且经济状况也陷入了困境。但正是因为在这样一无所有的时候，我才醒悟，我还有耶稣。”这位弟兄在最艰难的时候，在最艰难的处境当中，他相信凡事的发生都有上帝的许可。他没有陷在一种消极的情绪当中，反而他的这个餐厅的倒闭让他更加爱主，更加的与主亲近。但是更加感谢主的是，后来教会里面另一位弟兄，他的财务状况不错，他愿意帮助这位弟兄，帮他一起度过这个难关。非常感谢神，在今年快到年底的时候，这位弟兄已经度过了最难的日子。这个就像诗篇119篇71到72节里面所说的，我受苦是对我有益的，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你口中的律法对我有益，胜过千千万万的金银。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我们经历的管教，我们要晓得这是出于神的爱。第二个，管教也是显出神与人之间的属灵关系。作者向读者阐明，你们如今面对的苦难和磨练是来自于神的爱，这不是出于神的审判。在第7节中，作者用了一个反问的语气说道，为了接受管教，你们要忍受，因为神待你们好像待儿子一样，哪有儿子不受父亲管教的呢？做儿子的都受过管教，如果你们没有受管教，就是私生子，不是儿子了。作为儿子接受生身父亲的管教，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正因为有这层血缘关系，所以父亲管教儿女，这是关系，这是责任，这是爱护。在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有没有在生活里面听到常有人这样说？有些父母生气的时候对孩子说，你要不是我儿子，我才懒得理你呢。这是因为父亲对儿子有这层爱，有这层责任，有这层关系。有一位名人，因为他非常出名，我也不提他的名字了，陈某某。他自己的儿子有一次犯罪，被警察抓起来了，抓到警局。后来呢，他去警局帮忙处理这些案子。他后来就给了孩子一个耳光，这是对儿子的管教。我相信这也是他恨铁不成钢的爱。可是呢，这位名人他还有一位私生女，可他真的就对这个孩子不管不顾，对他的健康各个方面他都不理的。即便这个私生女在长期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长期缺乏关爱，做出了一些错误的事情，这位名人也没有尽自己的责任。很遗憾，从这件事情当中我可以看到，人就是这样的有限和自私，亲生儿子就百般呵护，私生女就置之不理。当然我今天也并没有资格站在一个道德的高地去批评他，我是在讲人性当中的罪和有限。就像有一次我在听唐崇荣牧师在讲道的时候，他也提到，有的时候天底下的父母有同样的一个罪性，就是他们都自私地只爱自己的孩子。的确，生身的父母也是有限的人，爱也是不完美的。所以父母的管教，他的每一句话，每一次的管教也都不一定是100%正确的。可是我们属灵的父亲耶稣基督，他却是完全的，是圣洁的，是无罪的。他的管教是出于爱，他给予管教也是出于这层属灵的父子的关系。肉身父子的关系是依靠血缘，但属灵父子的关系的建立是依靠信心。因此我们今天被耶稣基督收纳为属灵的儿女，是因着神的爱和怜悯
既为儿女，同为后嗣，那么属灵的父当然会给予子女管教了。所以昔日的希伯来的信徒也好，今天的你我也好，如果我们遭遇神的管教，我们也要欢喜，因为这是证明神跟我们有这层属灵的关系，这是证明神还在关心我们，他还在我们身上显出他的慈爱。接着第三个，管教是成圣的训练。在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当中说，还有肉身的父亲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们，何况那万灵的父，我们不是更要顺服他而得生吗？肉身的父亲照着自己的意思管教我们，只有短暂的日子，唯有神管教我们是为着我们的好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但一切管教在当时似乎不觉得快乐，反觉得痛苦，后来却为那些经过这种操练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来，就是义。如果生身的父亲尚且管教儿女，更何况万灵的父呢？这里的万灵的父原文就是灵，就是属灵的父亲。生身的父亲管教作为儿女的要顺从，那么作为属灵的父亲当然是更有权柄去管我们了。肉身的父亲管教常常凭着自己的意思，因为他自己本不完全，有时可能依着自己的脾气和秉性来管教。而属灵的父管教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并且经历管教后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圣洁本身就是神的属性，它是神独有的。圣洁并不是一种属灵的恩赐，可以随意赐给某个人。圣洁是人与神之间保持密切关系的条件。在希伯来书的下文十二章第十四节当中也提到，你们要竭力追求，你们要竭力追求与人与人与众人和睦，并且要竭力追求圣洁。如果没有圣洁，谁也不能见主。这段经文当中就向我们表达，管教的另一个作用就是积极的训练神的儿女更加圣洁。简单说，在圣洁上有份，就是令人更加像神。就好像我们是一块木头，在被雕刻成一件合乎主用的器皿之前，我们有很多的毛病，有很多的老我。当神每削掉我们一块多余的部分的时候，都代表我们的老我死去一点。在整个雕琢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感受到痛，但这个痛的过程是为了让我们更加像神。在这个雕琢的过程当中，神会让我们更加像他。如果一个人的属灵旅程中从未经历过上帝的管教和训练，那么他的灵命可能经不住风吹雨打，也可能经不住试探的诱惑。一个常常亲近上帝的人，他的行事为人也会更加的像神，更加具备圣洁的品行。在十一节当中说，但是一切的管教在当时似乎不觉得快乐，反觉得痛苦，后来却为那些经过这种操练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来，就是义。这里面提到了当时和后来。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前几年在中国的浙江兴起这个拆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事件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地方的教堂是非常出名的，它就是三江教堂。三江教堂是一个非常宏伟、非常漂亮、很大的一个教堂，它被拆毁了，很可惜啊。虽然当时这个事情当中呢，很令人伤心，也很令人痛苦，但是我们要知道，上帝仍然许可这个事情的发生。上帝管教让弟兄姐妹看到，当我们注重的，我们在实际的灵命建造的过程当中，我们注重的究竟应该是教堂的宏伟，还是每一个弟兄姐妹属灵生命的重要呢？外在的建筑和十字架都是可以拆掉的，
但是每一个基督徒心中的十字架是拆不掉的。昔日的圣殿今天在哪里呢？三江教堂在哪里呢？我在此绝无轻看三江教会之意，若不小心讲话有伤到弟兄姐妹的时候啊，请原谅。不过我要讲的是从正面看待上帝管教这件事情。上帝也许是让我们停下来反思，在苦难中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灵命要如何成长，我们该如何走这条信心之路呢？我相信在以后三江教会的荣耀可能要大于先前的荣耀，他们当时经历了那个痛，可能以后他们的生命会结出这种平安的果子来，就是义。真的求神来祝福，来建造他的教会，来建造他儿女的生命。好，让我们进入结论。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儿女能正面看待神的管教，也知道每一种境遇都是出于神的爱，也明白耶稣基督是我们属灵的父亲，他所爱的才去管教，这种属灵的身份是割不断的。当我们面对管教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是上帝在训练我们，让我们更加像他，因为我们所受的任何苦难主耶稣都替我们尝过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主也都知晓，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信心的创造者和完成者。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充满挑战的道路，甚至充满逼迫和患难，但在这条赛程的终点有荣耀的冠冕为我们存留，有复活的救主在为我们鼓掌，有历代的信心伟人在为我们喝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也与昔日的希伯来信徒共勉，让我们共同领受从神而来的提醒与鼓励，让我们在这条信心的旅程当中不忘记自己是神的儿女这个荣耀的身份，让我们也正视属灵管教对我们的意义，让我们一起仰望那位信心的创造者和完成者耶稣基督，仰望他带给我们的盼望，去奔十字架的标杆，去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信心的旅程。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样的拣选拯救我们每一个不配的人可以成为你荣耀的神的儿女，求你带领我们在这条信心的路上向着标杆直奔。主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的需要，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也引导我们每一天的脚步，愿你的话成为每一个儿女每一天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让我们紧紧抓住你的应许，让我们也看着希伯来书当中的这些提醒和劝诫，让我们紧紧地跟随你的脚步奔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心向主仰望，十字架上羔羊，只剩救主。愿你听我祈祷，将我主罪除掉，从今
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和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感谢主，现在因着疫情的人数在减少，我们教会正在考虑恢复线下聚会，那教会也在预备中，盼望疫情早日结束，恢复聚会的日期我们会另行通知，那请大家继续祷告，也请大家继续好好的保护好自己，期待我们可以恢复来到教会，我们一起聚会，谢谢。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赐平安的上帝，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祝福祷告奉耶稣的圣名求，阿们。